想看嘛，你看差偌济。有阵时呢，咱去到厝里，甲你无钱，甲你心乱，讲出来，道理互你听。反正咧，他们叫他们来借钱。好，你看差偌济。咱用年听三十一天，一无做，第一个东西就无发。咱有阵时啊，请个干仔咧，上班咱还是啊做些考虑的。咱的经济甲咱定差。咱可以用做那个做面，咱用叫咧，咱用电视参话者。所以今日希望在内底当中，这种是一理化地位，用不足哦。虽然浪费的营养，浪费的生理地质的营养，输变来是必须，输变就是迄个变的解释，你来去找找迄个下当来你现代地质。什么叫现代地质？就是讲，伊这个人，捌一条正路，捌一条伊哩解脱的路，解脱的路，这个人，咱叫伊，我做，我做，因为伊虽然伊轮流来，伊嘛知影伊会当去找祖先，但是因为伊伫咧伊个当中，随时因为伊有一个个性观念，但是若无做出来个正道。你讲讲，我是一个做事，啊，我是一个，哦，我是一个安怎安怎，那就来相信哦，当然就来相信。所以讲，你必定你有这个地位，啊，就爱去做事来改进的。那什么，迄个冤家大叔、永嘉大叔，到哪做迄个门，迄个叫做，迄个门户为了变哪做，啊，求哪做的指点，到。六祖的问啊，六祖甲讲，你一如是，我一如是。你看甲我，你前头甲我拢做小相，所以伊当中要甲留我一面，要甲留我一面啦。所以咱遐看六祖伊面啦，留我一面，安尼讲叫做遗树者，我一面较贵。其实敢是我一面较贵，伊毋是我一面较贵，因为伊今仔日，甲伊虽然有达到进步，伊伊还要去找六祖伊面甲进步。安尼，书面大成之先，该最上先吧。这个问题你要了解。我内底当中有做哪，小先，有分做中先，有分做大先，有分做最上先吧。这分做应该是到三先，最上先，最上先我在当地的分。所以因分金，哦，但是我过去，我还分不了给。伫迄个市井公结婚的内底当中，迄阵当时，哦，迄个苏伯德，我伫甲苏伯德讲，欲救人受之徒伤，欲救人受之徒伤处境，哦，到尾讲愈来失地是人，失地是人，该你心愈来为最上心者说，愈来为最上心者说。欲救人，受之徒伤处境；如来失地是人，失见是人，该心就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数以量也。如是人应，即为何当如来阿弥陀佛什么常？当然，这是经文经的十五回内底当中，咱过去都拢讲，如来是为法大乘解说，为法最上乘解说，这是经文经的第十五回内底出现。那他今日去打坐房间，比较出现到该最上乘法的物件。哪些跟咱来解说呢？当然，咱一定要了解。佛伊哩一生的功法，伊哩有一个触觉，有一个天数的触觉。当然有小乘，小乘是阿罗汉。那有天人乘，天人乘就是咧讲实乘法，实乘就是哪三宝。三毒啊，解三善，心有三毒贪嗔痴，咱的心有三恶十恶缘，咱的嘴有四恶，哦，我靠，有些方言语义，咱的咱把这四恶改为实相，这叫做哪？天人修的实相法。但是因为去到阿罗汉，伊在修什么呀？伊在修四谛法，四谛法就讲什么呀？好即灭道。到了中心了后，一支烟伊就讲啥物件？十二
一年发，那十二一年发，都去了后，分到一个不相信发，讲啊好听。那一年到菩萨的内底当中，伊就叫做伊人讲叫做那六多万年发，即个处理。但是到处理内底当中呢，伊人知影，伊人因讲因内底当中有出现着什么呀？当然，你这段内底当中有出现着。十中十元十八元那十八菩萨，这有出现的无上菩萨的原理，这拢是对的，这拢是对小心一直行，行到中心到大心到最上心的原理，这个原理。啊，因为这个最上心，哪里个开始的开始不对啊？上心就是对地开始讲，什么叫做地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。到七地叫做上心，那个地比地来，迄地比地来，应该就该，迄叫做究竟地啊，迄就该说叫做，哦最上心。伊两个讲，伊哩你听到了，第七地、八地、第八地，迄叫做不做天，不退转，应该叫做不退转，到遐就一定个成佛。所以呢，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心者说。当然，即个对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七地叫做清净地，所以即段叫做上如来为法大乘解说。到第八地去，到佛地就是如来为法最上乘解说。因为这是解说一下。那因为呢，后边因为伊后边还有四层的菩萨位，叫做十信。哦，十信。因为伊阿个行信位，伊阿袂使徛哩，宽教菩萨位。宽教菩萨位就是讲，因为伊个宽教方面、全教方面，伊完全是达到正位的菩萨，伊是宽位的菩萨。这个宽位，伊是一个真正的菩萨，叫做宽位。比如我嘞，我就是简单，咱简单来说，伊个提名，伊要出这本书，一位真正领这本书，伊叫做哪位？叫做准点传师准，准点的时候叫做他在全教会，但是一念念念哦，那叫做实教会，那叫做实教会，这是应该明镜面前的这样说。我这个也那么了解啊，因为佛古佛者当然你这个当中嘛哦，这段叫做实信，实信，叫做实宗，叫做实行。叫做实归了，叫实定，哦，这叫做定觉，叫做妙觉，哦，因这实性，因为就对这啊，因为伊对，哦，伊心之之空，十个因缘法来当中，伊一定要进入菩萨位来这当中。伊即个一定十个菩萨愿，所以伊爱清净迄个心。所以讲佛法如果无信能入，十足的安住条诶，即叫做三言。三言，三言，三言的十足十行十愿，即叫做三言。所以金刚经伫第七品内底当中讲到，一切言现，一切言现，言现。该依无为法，该依无为法，无为法。而有差别。因为今日变，七分的后边一位，一切缘，这个缘就是讲这三缘。哦，这三缘就是讲啦，这叫做全教位，宽教位，全教位。一切言性的些东西里面，当然性的些东西是的，是的的些东西嘞，这叫做性，性为一切言性，或的东西里面，那东西里面，因为你今日信主信灵，但是为了你来做些为善为。你这个菩萨要解决位，你袂使有物件。换一个解释，你袂使去讲我，你袂使讲，安尼嘛？
你把这个风景啊，回到我台面上，先看你怎样做。你风景啊，好大厉害！你今天跟酒店有物件，你有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切业就靠这个所在，一定能够来回啊，回到我一无所有，跟无消费。但那是进不了，因为这有站的，为叫做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哦。这叫做实位，一地叫做遍地位的菩萨，哦，这叫做甲遍地位菩萨已经进入圣明内底啊，已经成圣明的境界，哦，啊，这里到这里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这段当中叫做什么名？这个当中叫做大仙，叫做大仙。那对这个地边的到了。变到菩萨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最上乘、最上乘。哦，因为上乘、大乘甲最上乘、上乘甲最上乘，这有一个差别。但是因为上乘就是咱拄只咧讲的，这是叫做权位、权教位，伊还未进入实地，这个权教位。啊，因为实地进行的叫做实教位、实教、实教位。就是我拄只讲的，因为伊是一个准点的师，佮是一个实践的师。准点的师就是讲伊个名面，即个准点的师。实践的师就是讲伊实在个名面了，叫实践的师。伊已经要进入，菩萨位，伊叫叫三年，即个宽告，宽告菩萨位。伊进入了地，叫做实告菩萨位。所以伊佛教名号叫做佛，所以。先章，先看这个五章，加上着五十一、五十二，我安尼加起来都五十二，我所以我很高分，而且是高分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咱而且看到当中就是讲，这个该最上乘法，就是讲最上乘法的公司内，的公司内，我告诉各位。讲到对面的到底是地，这个叫做实教，叫做实地菩萨，所以这段叫做最上乘法。刚才讲的，这地就是讲咱修办的迄个见性，见性明心，见性明心的这地，叫做明心见性啊，见性对明心的这地。所以这里我连讲的物件是讲到实地。啊，所以你说。是先地是，即个做该最上乘法，一进进咯，一直正路。所以呢，有的哦，也是说，当前这是真言观，真水真佛一句全，一经足理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不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跟菩提。再来就是二目神统来发现，列比多神统来发现，那沙沙陀陀，沙陀陀代表光明，沙陀陀代表光，沙陀陀陀你就回天去了。西天虽远，听听啊，请客就到。这个得记，得记进来，得记明星，啊明星变起来，那个顿法，啊，顿法。你要达到的寂静咯，要达到明心见性，你一定要疏，你一定要哪，你一定要疏别来成立性。因为那边个说，头顶天兵，心巴疏兵，心边淡定，这叫做来成立性。唯有人家把你开越静咯，把你开越强。伊讲渔夫识得还乡道，渔夫识得。识得还乡道，你识得识透，你有识透你迄个物件，你有识透你这个正路，你有识透你这个明星。